嘿、hey, 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雾中人的世界。在这里我们将面对一种神秘又可怕的生物，雾中人。一周前我带领队友前往雾中人的世界调查，没想到 him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这里，并用附身能力夺走了雾中人的意识，和这种可怕的生物合二为一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召唤 MC 大陆的最强兵器战神之刃，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光所有玩家。每名玩家只有三条生命，用光了就会被彻底淘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我们能战胜这位强大的 boss 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录这个雾中人的最新期视频。那么在上期视频呢，我是带着队友啊去了一下雾中人的世界，结果没在里面待几分钟啊，误打误撞的又回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是跟队友们一起啊把飞船开到了新的村庄啊，在这边定居了下来。今天呢，我是打算带着队友去打一下上期没有见到的雾中人之王。不过在去那里之前呢，首先我得做一把趁手的兵器。那我看上期视频很多观众都想让我玩近战去打雾中人，所以呢我就让小吉啊在这个系列里加入了战神之刃，只需要四个钻石块加两个木棍啊就能合成钻石块，应该勉强够用吧，做了两个钻石块，剩下的钻石可以用点石成金的技能啊。那这个点石成金在我的设定里啊，是所有的金属都属于金啊，只需要把金钉珠放在中间就可以把铁钉转化成钻石了。 OK， 现在钻石块的数量就够了，好和一把战神之刃出来。哦对了，那上期视频呢，我是让大家给我推荐了一下我们下个系列录什么。那抛去近期没法开坑的系列啊，我从大家的推荐中选出了海贼王生存、寄生帝国和罪古症这三个系列。那如果你选择海贼王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弹幕区扣扣一；选择寄生虫相关系列可以扣扣二；选择罪古症可以扣三，好吧。那哪个系列得票数最高，下次我们就录哪个。那本期视频呢，依旧是老规矩啊，点赞过3万火速更新下一期，拜托兄弟们点赞搞慢一点。能不能让我砍你一刀，M仔？你砍吧，你砍吧，来。哇，舒服。你啊啊啊！我的，假面骑士100天不带他了，好吧，不带他这个人，不带了。哎，这把刀谁做的？小吉做的呀。兄弟们，给这把刀打个分，觉得好看了打1分，觉得不好看了抠眼珠子，那还不如我一枪呢。你打我，我感觉好像不掉血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真的真的，7步之内刀快。哎妈！我一刀你残了，不爱。上次去完雾中人世界之后，狗剩子在那边留了一个这样的传送石碑啊，我们这边可以直接通过点回家啊，传送到雾中人世界啊。兄弟们，准备出发！哇，哪个豆啊！哎，雾中人，别点了！我操！我注意点素质，别等！哎呦，这精英雾中人！啊！别说脏话，不然我后期做的很累的。我的雾中人怎么这么肉啊？他雾中人肉不是很正常吗？因为这是精英雾中人。怎么还有缓慢的呀？这还有挖掘疲劳的呀？是刷了一个怪兽100天的 boss 啊！修拉诺斯嘛，上次打过他，也很强的。如果这个修拉诺斯能跟雾中人打起来就好了。暗影瞬息，不是雾中人之王在附近，小心点啊，兄弟们！我勒个啊！这哎，这里脸炸了，我出火了！哇、哎！这完了，老天，这小脸真可爱啊，这小脸！我勒个牛逼！我打了353，顺到水那了。我这安全感拉满了，我们这就没倒光，我们这边优先保命。哎，我后面，哎，操！来救一下！来，哪里？哎，被打了！哎呦！啊，这雾中人之王是哪来的呀？星辰不是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吗？啥情况？我的枪根本刮不动呢，把子弹打完了也没用，我一把 RPG 才能干掉他四滴血。牛逼！一发 RPG 四滴血，太牛加倍了。鬼拿！不是索尼，你快回去吧，你们二队要全军覆没了呀！哎呀，这个快死了，把他打死。好，小火力胜了。雾中人之王烧我脸上了，哎呀，回来了。我当然那两个世界随便切的。他又跑回来了。他一会儿回主世界，一会儿回雾中人世界，这什么情况？小吉做的效果知道吧？他会随机传送到一名玩家身边。杀他林凡，你的战神之刃呢？战神之刃在这、哦，他手里也有个战神之刃，黑战神之刃。哦呦，我挡。又来主世界了？又去主世界了？牛逼！关键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一直有个那种缓慢虚弱的？因为在雾中人世界你会被削弱，我身上也有，挥刀都会变慢的感觉。其实这里并不是因为缓慢 buff 带来的挥刀变慢，罪魁祸首呢是游戏卡顿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我发现游戏局域网最多只能承载8个人，一旦超过这个数量，游戏就会变得特别卡，玩家挥出一刀几秒后才有伤害。那反过来 boss 打玩家也是，这种延迟对双方来说啊都不公平。于是我决定暂停录制，等到第二天调整好状态，我们再去吊打他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，tomorrow 今天做把震荡解放者，要下界炎。索尼，你在狗叫？索尼，你再不给我狗叫呢？哎，打他别打我、啊、这个枪舒服啊。今天木鱼也是终于有时间啊，能跟我们一起打 boss 了。鱼兄，我有一个好东西要送给你啊。啥好东西啊？一个小 boss。是这个精英雾中人吗？不是，是雾中人之王。都带王了还是个小怪啊？对你来说那不在话下啊，等会儿你去单挑他，很好打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把这小鬼子给他引到咱村里了。
哎呀，打错了，哎，老邪怎么跟小白一起上来了？我看看这精英物种人跑哪去了。哦，在这在这在这来了。好像这个枪的击退对他没用，击退不了。在打雾中人 boss 之前，先试试干他，一来就贴脸打是吧？不是这么疼啊！十秒真男人，十秒真男人，我也要十秒真男人了。哎呦呦呦呦！你这一刀差点把我给劈死了。别，给木鱼也做一把战神之刃吧，不然大家都有了，木鱼没有，等会儿木鱼就挨打了。来了，鱼兄，我送你一个小礼物。这个白发子弹，一把小武器，不会被雷劈了吧？我也被雷劈了。不是我是说我送你的战神之刃不会被雷劈了吧？我刚扔出来劈了道雷，我没捡到。这么逆天，四个钻石块，我操！啊，这幺蛾子整的啊！我刚丢下来一道雷劈下来，真倒霉啊！哎呀，我的材料啊，又来雷了，怎么回事？连了两道雷，是真逆天啊！啊，我成个避雷针了，专劈我！哎呦，又来个小雾中人，妈这小雾中人搞的，怎么一百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阿娇啊，你真会杀队友啊！阿娇，下次别开枪了，趴在旁边看着吧。我把背包里所有的铁锭都转化成钻石，再给鱼兄张霸钻石之刃。这回我要贴着你，避免又被雷劈掉。来，收下吧。谢谢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兄弟们，这边有一个传送石碑，我们只要对着它右键传送到雾中人世界入口。来，站在这边，准备出发了。好，来了。哦，放上去了。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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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什么？他是直接把我们全传过去吗？对。是谁被传送进去了？小吉过去了。小吉自己进去送死了，我完了。等会儿雾中人之王他就会传送出来了。那咱就别进去了，让他出来吧。兄弟们，你们先在这边等一等啊！我不能对不起小吉，我去陪他了啊！你们在这先等等。我也去。小吉，小吉，听得到吗？小吉，哎呀，老邪也来了，你们两口子都来陪了。咱们去飞一下找他。小吉没在这儿。哎，他瞬移了。瞬移上面只看见我们三个啊！阿娇，哎，主世界完了，主世界，他去回主世界了。我们刚追过来，他就回主世界了。快，一起去！救救救救救！哎呀，等他走，我再救。他就可以救。哎呦啊！木鱼死了！靠！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他跳我们头上了，小心点！我日你个！他是应该被你们不小心补掉了。你们应该是刚才对付雾中人之王的时候不小心砍到队友了，你知道吧？队友是可以补的。我撤了。这小玩意儿，哎呦，老邪牛逼，老邪，好一个十秒的男人，你让小吉回来呗，在这边打算了。不是，小吉根本就没在那边，都没找到他，跟谁去了？他不见了。哎，按你顺序不指定是小吉那边吧？估计谁倒了吗？小吉倒了，被发作了。啊，小吉，哎、小吉，我这怎么？这一刀给我直接劈的一滴血，好逆天！哎，又不见了，紧张吗？快，又不见了，一会儿又来了，又去小吉那边了。小吉都已经死了，还往小吉那传送呢。哦，我特别是然后这下死了，对，我是真死了。然后他把怪带过去了，然后怪不是过来了，那怎么又死了？因为他没有办法复活了呀，他的三条命用完了，就无限死亡。哦，你只能退游戏，哦、知道吧？很折磨的，兄弟们，我要做一个很大胆的事儿了。再见，小吉被杀死了。刚才说小吉的尸体啊，小吉在这，怎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、啊？哎呀，可怜的小吉，小吉能说话吗？小吉能啊，你死哪了呀，小吉？哎呦我这，小吉啊，你到底死哪了，小吉？小吉，嗯，你到底死哪了？我死在了最北边的遗迹那里，死亡坐标就在遗迹东边100米的森林里。我的木林都交给你了，三哥，你一定要赢啊！你在哪个方向死的？你说一说，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？在地面上，在地面上，离这有2000多米。兄弟们，虽然说很艰难，但是我决定还是试一试。只有集齐5颗灵珠啊，才能勉强的跟那个雾中人之王打一打。所以我们必须得捡起那个小吉的圆满的木灵珠。哇，兄弟们危险了，完了，兄弟们完了，这下完了，主世界的他们有罪受了。哇，他来找我了，完了，有话好讲，别来打我，暗影瞬移，哎，他走了，他去主世界了，现在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找到小吉的圆满木灵珠吧，快快快，他又来了吗？我果然他来了，快，你总不至于会爬墙吧，哥们儿？哎呦，我完了，被砍死了，这下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也有死的一天。兄弟们，我来了，就只能这么说，只要跑得快，他就打不到你。能打能打，只要是有血条，他就一定能被杀掉。他哪怕再强，只要他漏血条了，就必能杀。狗剩子啊，我有一妙计。那你说，哎呦，你能不能把我抱起来飞？可以啊，走走走，起飞起飞起飞，可以飞。吕布骑狗，我好，对，确实我是吕布，难道是狗？我去了那个世界去捡尸体，只会还会再死一次，再死两次就没了，这个系列就结束了。所以我需要你抱着我飞，然后我把我的装备捡起来的同时，然后立马飞起来，别被他劈到了。咱们俩一起飞，你也不能被砍到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4000多米，那我起飞了。可以起飞吧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先找到我的水灵珠，他在，我的尸体就在祭坛的一侧。你飞慢一点，他瞬息顺到哪？哦，回主世界了。来，快把我放下，快把我放下，保护我一下。好，转移物品，所有东西先等一下，我还差个东西。OK， 狗剩子，接下来问题很大，你帮我，哎，我来了，
哎呀，脖子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哎，快扶我，狗剩子，快扶我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谁在打我？这有一个小怪，哇，他又来了，狗啊，他真是个狗啊！哎，杀了你去跑。对他杀了我就快扶我一下，快快快，赶紧的！来了来了，哎呦，哦，又来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我勒个豆啊，两刀，四条血没了！哇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是他怎么强制死亡的呀？谁啊你啊？哎呀，我又被砍了，狗东西，这个狗啊，你小心点，等会儿他会来你面前。哎，传走了，传走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就打你了。哦，狗剩子可以干得漂亮，我要先泄泄愤，拿枪扫他，加特林扫一扫，先过过瘾，请他吃我的花生米，拿这个狙百分百穿透。哦，他又走了，完了，主世界的兄弟们又有福了，没长猪。得我无语啊 ！Later， 经过跟小吉的一番沟通啊，是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啊，找到了我们要的这个木灵珠，这下子不怕了。兄弟们来商量一下战略啊，你们一人站一个角，等会儿呢我站在底下用战神之刃格挡硬扛他，狗剩子在他头顶上一直吸引仇恨在那飞，然后你们呢就拿大狙吧，只要瞄准他就对他开枪，等会儿我就站在这个底下正中间吸引他的火力，我挡连劈好几刀。兄弟们快对他输出，等会儿他血竟然才就满了。哎，又上来了，哇他移速太快了。可以打到了一枪又是伤害。能把他干掉。哇这个速度。哎哟。预判下位置。OK。好又需要一枪。哎呀哎呀哎呀。你俩怎么在一块呢？没事，你们去拉，你们去拉。谁在上面，谁离得近拉一下。我再过去，我再过去。就这样周旋他。哎呦哎呦。哎呦又来了，小心点。我有盾，我盾住了，我盾住了。啊他给我干下来了。你干下来了，小心，其他兄弟们小心。谁死了？可可怎么嘎了？可可，可可命完了，估计可可被淘汰了，都在地上，都在地上啊！你也死了，狗剩子，我们都在地上，被他一刀砍死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赶紧起，赶紧起，赶紧起啊！赶紧起，快飞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哎哇！离他远点，离他远点，别被他范围上杀了！我把他吸引走，我把他吸引走。好，老邪起来了，活了，我活了，我活了，我吃个金苹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，雨兄还有多少秒？雨兄，我还早呢，还在拉，我在拉，一分半，一分半。OK， 兄弟们全起来了，全起来了，分开，他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不用，我来挡，我来挡，我来挡。边上还有好多那个怪，可可活不了了，可可你，哎呦我去，哇，狗剩子又死了，我在挡，我在挡，我在挡，挡他的刀。鱼哥回头，鱼哥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别站一起啊，别站一起啊，别站一起。哎呦，谁倒了？我不着屁股了。也别输出啊！我把他拉走。这是啊，木鱼咋回事？咋没了？汪汪，你往我这边爬一点。林凡去了，林凡去找你了。我感觉我也要一起扛。我操！我勒个操！传过去了！我勒个！传说鸡疙瘩！快跑！我边扶你边挡。我给他来一枪，你们把他吸引过来。不能！超级疙瘩！完了，又去找阿娇了，牛逼！阿娇被捕了。哎呦，他这个回血太快了。又来打我了。是。哎，又去哪了？不顺子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你现在去雾中人世界，快，把他吸引过去，然后你再传送回来，让他永久的先在雾中人世界待着，想出好的办法再打他。现在打不赢。在那小房子，谁现在小房子里？我在小房子里，我一直在哥打了。哇去，被霸凌是吧？哎，走了。他在追杀我呀。哎呦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再追杀你。他又来了，我跟过来了，跟过来了，再打我，跟过来了，对吧？哎，走了，他这是去哪？哎，走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死伤惨重啊！我们现在一共就剩下五个人了，而且我们这五个人应该都没啥命了。最后一条，最后一条。我们掏出了100%的实力，发现跟 BOSS 最多也就28开，再打下去，除了被团灭，没有一点赢的可能。与其继续送死，不如换一种对策。于是我派出狗剩子，飞在天上寻找末地传送门。末地城有鞘翅，那么穿上鞘翅就能飞在天上跟 BOSS 周旋。这样，即使他瞬移到我们身边，我们也有了保命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主世界的遗迹里还有能够增加生命值的装备，还有保护八的神装，我带领的大部队想着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宝藏。哦，保护四，哇，钻石一大堆。诶，这是个好宝贝，下界合金腰带，我们找的就是这个。这个腰带它是可以增加玩家血量的。鱼兄牛逼啊，乱杀了啊，终于找到能打得过的了。这么得泄泄愤，发泄一下啊，蹲着啊，操吗，真吓人。哦，吐我了，兄弟们，吐我了，吐我了。哎呀，这个红衣学姐呀，真恶心啊，烦死了。找到了，帅，牛逼！没看到我，哎呦我操，好家伙，你们谁要被吐血？哎呦我，到底吐的是谁？不知道，
哎，就在索尼头顶上，啊、在就是在上面，在上面，牛逼啊！吐火了，他奶奶的，完了，快扶一下，扶一下啊！你怎么死了？补了吧，补了吧。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传送门了。怎么说？秒龙，走，秒龙冲！给末影龙来一点小小的震撼，直接扫射吗？对，直接扫射。鱼兄，你不要十三都关了，鱼兄。我看你开个枪一直在那打拳。还有一个。哇，还是大狙好用。能不能下来？下来了，哥们在空中杀了。哦，下来了！哎呦，他还会拍人的。卡了吧？怎么打不到他呀？哥们，这是有史诗战斗的，你得开史诗战斗打他。牛逼，还有这种设定，帅，兄弟们，帅！耶、yeah! yeah, ，搞定，解放末地。哦，那个过去的话，用末影珍珠砸他。咱们准备出发吧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像我一样直接飞进去。凡哥，猫猫说他找到鞘刺了。啊，这么快就找到鞘刺了？哦，他一过去就找到了。你看，传送门就在那儿，传送门一过来就是。哦，我去，怪不得啊。这有几个鞘刺啊？哦，就一个是吧？是，然后前面还有个龙首，我去把它摘下来。可以，天空极为极限。哦呦，效率五连锁采集的钻石镐，香啊！哇，这里是真漂亮啊！这里走大走大走大，展现你的技术。怕死了，就现在这个状态，打死我也不走大。你们还在走大呀，兄弟们？废话，我已经拿到翅膀了。狗剩子在跟你们找别的鞘刺，如果大家人手一个鞘刺的话，那雾中人之王呢，打他跟杀狗似的。我和狗剩子在末地飞了20分钟，一共找到了6个鞘刺，他找了6个，我找了0个，我俩真是太强了。OK， 那么下期就让我们拿下雾中人 BOSS 的狗头，来祭奠死去的可可和小鸡。兄弟们，最近我和朋友搞了个服务器啊，服务器里有很多好玩的内容，还有非常强大的超级 boss， 这些 boss 的技能都相当的酷炫，而且伤害极高。我们玩家可以进游戏选择自己的职业，一步步的变强，去打败这些强大的 boss。扫码进群即可下载游戏。这个服务器手机和电脑都是可以玩的，在游戏邮箱界面输入关键词，还能领取惊喜大礼包。快，别犹豫了，跟我一起玩《弃灵传说》吧！嘿、hey, 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雾中人的世界。在这里我们将面对一种神秘又可怕的生物，雾中人。一周前我带领队友前往雾中人的世界调查，没想到 him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这里，并用附身能力夺走了雾中人的意识，和这种可怕的生物合二为一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召唤 MC 大陆的最强兵器战神之刃，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光所有玩家。每名玩家只有3条生命，用光了就会被彻底淘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我们能战胜这位强大的 boss 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录这个雾中人的最新期视频。那么在上期视频呢，我们是挑战了一下雾中人之王，跟他打的是难解难分啊，实力可谓是不分上下，大战了几百回合，最终啊，雾中人之王是打不过我们，逃回了他的雾中人世界。那在和 boss 交手完之后呢，我们也是去了趟末地啊，并且一共搞到了7个鞘翅。现在有了鞘翅啊，再去打雾中人之王啊，那就更加轻松了。在这个视频关头，我还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的开学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可以打到弹幕区。一眨眼的时间，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了，过得是真快。OK， 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老规矩啊，点赞到3。咱们就火速更一下期，好吧，各位兄弟们点赞搞慢点。哦，对了，上期我们在探索城堡的时候呢，阿娇找到了2个恶魔之风，然后被我骗过来一个。恶魔之风干嘛的？可以用来锻造出一把比较猛的武器啊，只要用锻造模板加上一把打刀。我还以为可以封印你嘞。可以封印我？哎呀，牛逼！鱼哥，咱们合力能把它封印？哇，这个好帅！虽然伤害不高，比不上战神之刃，但是打起来很帅，尤其是攻速很高。在你们面前当然是可以帅一下的，然而见到 boss 可能我就要被打成狗了。我简直是个战神，欺负队友。真刮痧，打了半天你们一滴血没跳。天堂天堂，咱们仨提把枪啊 ，rush B， 我们那个是将那雾中人拿住于马下。好好，特务三人组要去挑战 boss 是吧 ？Moments later， 家人们，我回来了。这个飞船看着有点眼熟啊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头多帅，像不像高达？你这样一说，确实像高达。我没看过高达，但是是那个味儿。观众朋友们，觉得像高达的扣一，不像的扣二。来，现场杨汤枪在手，跟我走。啥？你们真要去打雾中人之王啊？我不懂啊，九条带我们去的。九条今天一来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啊，要是上期他在 ，boss 早就被他宰了。区区雾中人之王，他一把手枪就能单挑。于是啊，我前往雾中人世界，把 boss 引到了主世界，打算让九条来会会他。快飞，快飞，快飞！怎么有2个？啊，九条逆天了，能飞的快飞，什么情况？你信誓旦旦的你要干他，你怎么一上来就死了？哎呦，伸到我们旁边了，九条老师。别落地呀、啊！兄弟们帮帮忙，我这还被一个精英雾中人骚扰上了，这个也是个难缠的货。我李自直还归零了，刚才这里还有个腐烂真龙子，哦，这还有定呢、啊，这怎么还有定身呢、啊？鸡巴，哪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在草地上，在草地上。哎、你们在地上的全死了呀！
我不敢下地啊，直接就我们在空中飘着的还活着，帮一帮，帮一帮我，来个人，来个不帮，走 ，Max 出来和我打一场吧。哎，他不见了，他走了，他血条消失了。之前你死了没？我还在，我还在。快快快快快去扶，快去扶，快去扶！哎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在我身。哎，不是扶一半怎么人没了？废话，他来了，我不跑。他在别人去了。这个惊骇前行者还是个精英怪，快去扶一下自己。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别死，千万别死！喂，在我这。哎，没时间了。喂，哎，我正在扶。起来了，好，快跑，之剑快跑！哎，等会儿，救一下！没事，我再扶，我再扶，我再扶。杨太郎现在是个魂吗？我现在是已经是个魂了。那你先魂着好吗？那已经死透了他。我来扶。扶不起了，扶不起了，杨太郎命没了，杨太郎。这不死之力是什么技能呢？不死之力发动一次能回150滴血。我去，又来了，这不开玩笑吗？你这坐直啊！啊，老秦怎么又好了？那血又满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啊，手拿战神之刃的精英怪吗？哦，我操！等会儿奇了个怪了，这不是老邪吗？老邪怎么变成僵尸了？灵异事件啊！穿着老邪的衣服，拿着老邪的剑，这周围全是惊骇前行者一类。不会就剩我一个在飞了吧？就让你和凡哥还坚持着了吧？好，不会吧？全团灭了，团灭了！一起上没用，这玩意儿挥舞一下，我们基本就死干净了。这5000滴血，好不容易刚打下一点，他开个那个不死力直接回满了。投降了，我投降了。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快飞，你快飞，全是惊骇前行者，我亲一亲。哎，他怎么老是传送我啊？你就飞，你接着飞。哦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哎呦，又给我一刀死了，他都要变尸的这东西。不，杨太郎，你的包在哪？杨太郎，就在你这片儿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去，你的火灵珠竟然就放在身上的，牛逼，借我一用，我再集七个土灵珠就能砍他了。这个摄影也太频繁了。哎啊，找到九尾的尸体了，九尾的土灵珠啊，在这，还有一大背包的子弹，还有一个鞘制，老之剑你给收下吧，这些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经过我魔改过的，里面的怪呢比原版强很多倍。不过玩家可以用枪械和五星灵珠，比普通玩家也是强上了很多。那自始至终我们提到的五星灵珠 mode， 每种灵珠戴在身上会给玩家特殊的属性，而把这五枚灵珠放在身上，那就获得了五种不同的力量。不仅如此，如果玩家同时持有这五颗珠子，五种属性会被大幅增强，生命值会被提升，护甲会被增强，伤害也会变得更高。不过这在 boss 面前想存活下来还是有点勉强，毕竟那可是被 him 附身的雾中人 boss， 各方面的数据都拉满了。我们一开始是16个人，如今只剩下了5个人。那在打 boss 的时候，万一我再倒下，局势会更加严峻。那也许这个系列呢，就只能用惨败收尾了。现在是被淘汰了7名玩家，缺席了4个。幻梦和优子是来不了了。此时此刻呢 ，M 仔还在他的骑士100天系列打着他那边的 boss， 也抽不出身。狗剩子呢，正好今天回奶奶家了，也不能来。但是他的女朋友老邪现在就在场上。于是我们为了保险起见，让老邪登上狗剩子的号，把土灵珠掏出来再下线。那已经被淘汰的队友，包里的灵珠也可以给还活着的人用。那如果能凑出第二队五星灵珠，胜算又能高2%。我们商量好了，我去正面刚 boss， 老邪身上带着这5颗灵珠站在我旁边帮我分摊压力。那可可的金、索尼的木、智剑的水、他自己的火以及他男朋友狗剩子的土，正好5个。哎，等等，突然想起来索尼的木好像还在虚空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去末地想办法把这个蠢的背包捡回来。索尼手里的那个非常的关键，有没有想法一起去把它找回来？我找下虚空吗？掉在虚空的话装备还能找到吗？能啊，只要你的尸体是在虚空之上。末地城走吧，归在这底下看得到吗？我找找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兄弟们，索尼的尸体在这，你们能找到吗？开那个灵魂出窍。找到了。哦，看到影子了，看到影子了。我拿我的水灵珠倒一桶水，老邪你过来倒桶岩浆吧。哎呦，我完了，吓死个人了。我吐你了。嗯，抽象扶一下，岩浆一点点的流下来。个丢人东西，一个人能掉到虚空，这就是生存大师的实力。这代师，这就是玩了十年 MC 的大师。有人掉到老罗家，咱们这真跟西天取经似的。应该可以了。那你搭过去，有灵珠吗？我看看，有，拿到了。我把他下界合金套也拿过来。可以。他背包我也掏过来了，全给他掏了。哇，98颗下界合金锭啊，这么多，是定啊，是可可的是吧？哦哟，下界合金面具，好东西啊！来，给你看这个。哦，逆天。这么多，跟兄弟们分了吧。他背包里面还有200个末影珍珠、啊、我分一分。牛逼。一人一组。阿娇你把金给一下老邪吧。变成 AI 了。确实像个 AI。哇，他是有多少金苹果呀。阿娇你把金灵珠给老邪借他用用。还行，果树都没你藏得多的。那我去把 boss 拉出来了。
教他做人。今天就是雾中人之王的末日，别给他涂了。好，看到血条了，按影瞬息，他回主世界了。我勒个豆，救命救命，能救吗？你远一点远一点，不然的话我过去他会砍你。被捕了啊！我来上，兄弟们，让我来打他。当我的仓库，准备下线了呀。行了行了，等了，让我看看结局吧。我那天三哥，你一定要赢啊。我是不行了，我要凡哥，拿上我的土灵珠替我报仇。怎么办，一下子死这么多人。小小 boss 很气死。哇塞，这么快的吗？直接给他打倒。哥达，好，去打你了。呦宇兄挡住。哇，凡兄，你这也太帅了啊。听到了。扛不住扛不住，我得飞起来。我也扛不住。老七，你上，你舒服了一会儿。好。哎呦，真男人模式是吧？牛逼！我去，哎，消失了，哎，应该是去找阿娇了。阿娇也被杀了，阿娇没命了，这还可怜的阿娇啊，把自己的精灵珠交了出来，然后就没了，用了自己最后一点力，完了，真去找阿娇了，阿娇被砍死了，哎呀，太惨了，我们的最强辅助就这样陨落了。他说那几个有点难打，这个好打，一直揪着阿娇打，哎呀，折磨。哦 ，him。这个 him 不是这个 him 怎么会打人啊？为啥呀？想不明白啊 ！him 从来不打人的这个系列里，跑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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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劈了他！他就这点血了，赶紧，伤害是高啊！喂，又跑了，我去找自箭了。哎，还好自箭能飞，我们现在可不怕你了，兄弟 ！buff 所有的灵珠都在我们手里，现在毁坏跳跃，我走。老邪冲过去砍他，他锁自信。喂，我被锁住了，我也被锁住了，我也是。人呢？去找阿娇，又去找阿娇了。阿娇好可怜呐、啊，我去，跟小琪一个命运啊，这两口子。干嘛一直追着我呀？不行啊，他只杀阿娇的话，他回血就很快就回满了。没事，我有老之剑，快跑！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飞，快飞！你打不赢他的，小玩意儿，吸他。疯狂输出！哎，我被打僵直了，老七，救命！快，快，快，快！我不敢打，我不敢打。我僵在这里了，超级僵直啊！哎呦，我怕打到你了。没事，过去，我过去。对，这波得干他！哎呦，还是战神真正靠谱啊！啊，木鱼，劈他，杀他，杀他！他也倒了，牛逼！他倒了，他倒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最后一刀。诶 ，nice， 没死没死，他走了，走了，完了。要么就是阿娇那边，要么是木鱼那边，在木鱼，木鱼那里，他回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过来了，好死了，我操，哦，帅，哦呦，终于杀了，终于杀了，哎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掉我身上了，可以，哎，啊，没炸掉吧？炸掉了，真炸掉了，那把黑战神之刃都没看看长什么样，就被炸了，我觉得以我们实力可以再打一只，我也这么想的啊，无敌了，不怕他了，无敌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了呀，这件空中资源够的，我还来得及，凡兄替我报仇。OK， 那我就再整一只雾中人之王出来给兄弟们报仇，把我们杀得太惨了，这个雾中人之王给我们团灭了，从一个人没被淘汰，现在变成了淘汰的只剩下我们最后的三个人了，再去找一只。理论上来说呢，雾中人之王是只有一个，但是呢我们这个模组啊，它的设定就是雾中人之王消失了之后去了雾中人世界啊，他还会再刷一只出来。好，他走了，他去主世界了，兄弟们我们去堵他。他在你那儿我不太敢，我怕等一下把你误伤死。你就必须杀他，老谢我先上输出他，史诗级对空战神阵掏出来，上次恨的僵直，趁着他僵直的几年僵直了，僵直了。我穿穿空中狙啊，这个是这样。可以，你在狙他是吗，老弟？猎鹰狙，可以。我靠，来了！顿住，顿住，顿住，顿住！千万不要被他砍到。现在我不好过去打他，会砍到你。哎，老弟，哎，我倒了，我得把他引走。我过去扶，我过去扶。哎，小心，老弟。哎呦，快顿住他！老弟，快爬，快爬！你能爬的，你站在那里会被对干死的。快对，快走，我去扶你。我们现在一共就三个人了，不能再死一个了。
我走了，他走了，老七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，其他道道之间，老七牛逼，哎，怎么还爆两把呀？掉两把，你是不是负抢夺了？是有负，抢夺整了两把出来，可以斩神之刃，这个牛逼了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个系列呢也就暂时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，记得关注一下我的声空间。那我们下个系列不见不散，各位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兄弟们，最近我和朋友搞了个服务器啊，服务器里有很多好玩的内容，还有非常强大的超级 boss， 这些 boss 的技能都相当的酷炫，而且伤害极高。我们玩家可以进游戏选择自己的职业，一步步的变强，去打败这些强大的 boss。扫码进群即可下载游戏。这个服务器手机和电脑都是可以玩的，在游戏邮箱界面输入关键词，还能领取惊喜大礼包。快，别犹豫了，跟我一起玩《弃灵传说》吧！